大家好，久违了。最近我承担了一个翻译工作，所以没有时间制作视频教程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几个与翻译相关的词，它们是口译和笔译。根据不同的工作方式，翻译工作包括了口头翻译，简称口译，和笔头翻译，简称笔译。做口译的人员叫口译员，做笔译的人员叫笔译员。相对于口译工作，我更喜欢笔译，因为做笔译时，我可以在家里安静地工作。做口译则需要忽略现场的各种干扰，高度集中注意力，快速准确地分析和翻译内容，工作强度非常大。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关键词。翻译，翻译。口译，口译。笔译，笔译。口译员，口译员。笔译员，笔译员。祝你学习愉快，我们下次课再见。Happy learning. I will see you in our next class.